时期反《红楼梦》女星为美照，张张都十分罕见。溥仪风流袅娜的张磊，八十七版《红楼梦》秦可卿的扮演者，她的容貌风流标志，齐斑斓娇媚性感于一身，简直就是秦可卿的化身。正如书中对秦可卿的评价，其鲜艳妩媚，有似乎宝钗；风流袅娜，则又如黛玉、陈小旭。八十七版《红楼梦》林黛玉的扮演者，她演出了林黛玉的柔弱与才情。从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也深深地烙在陈小旭的身上，无数翻拍亦不能为之相媲美。杨丽八十七版《红楼梦》薛宝钗的扮演者，在剧中的她生得肌骨莹润，端庄大方，豁达大度，非常符合原著小说的人物形象。刚进入剧组的张丽非常的腼腆，当时说要饰演林黛玉的丫鬟紫娟，但她过于害羞，与别人说话羞得不敢抬头，只会睁着大眼睛，嘴上答应着。这样的张力极为的罕见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